看这个菜花，这菜花老了，摘不摘就老了，这几天年老都看不到来摘，它已经萌了。他说他大根的菜花就看得到，这种小根的就看不到了。对啊，这个他这个眼睛是白内障。像我这里到你那里，他都看不清楚了。而且这种花，它还带颜色都看不见啊。看不见，帮他摘一点的。我帮他摘一点，放在家里、哎、给他。妈妈，我也想摘。你想摘你就摘呗，你看哪种，你想摘哪个你就摘呗。哎呀，嫩嫩的菜花就公众人物。哎，这个老人家好难哦，哦，眼睛看不见，个人孤孤零零的。可以吧？爸爸，爸爸。哎。前一点，放在那里成堆，过几天好天晒干了，一把火就可以烧掉。这里、啊。爸爸又不给我钱。你不会的。对。嗯、来了。妈妈，乖乖，今天好顶呱呱啊、哦！帮舅公他这里捡垃圾，爸爸都想捡，你都不给爸爸捡啊、哦！太厉害了啊、哦！好，我们现在也准备回去了，在这里。待了几个小时，就是老人家嘛，讲真话的，特别是这种就是独居的这种老人家，有个人来跟他聊一下天，他就是觉得就是很舒服了。你有没有发觉你，他其实舅公这个人是不会表达，但是远远看到你来的时候，他那种表现就不一样。老人都是的，来的时候就是看见就远远就很高兴，很高兴那种，心里面那种喜悦那种心情是我们好像表达不出来那种，是吗？我发觉我们今年啊、哦、以来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碰到的都是很多很善良的老人家，嗯、讲真的，淳朴善良。对，你这也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力，就是你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都会发觉，就是他们的眼神透露出的那一种就是感激和不舍，那始终每次来始终都是要分别的。我们等一下呢，也就往回赶了啊。这个手纹这么这样都看不到，这样子看不到，看不到了。那舅公眼睛应该是很忙，他说过完年带他去看一下。嗯，可以啊，这个没问题。过完年才有东西。他这种应该就是白内障，是吧？要雾霾这个，他说看到这种天都是雾霾。啊，这个现在他一个蒙这个是眼睛，刚看这个手法障都没清楚了，看不到，就是看那个手法障看不，就是说再怎么样不能清楚了，都是一个油液啊。嗯。过完年他就他看看，过完年得喊带你看那子、他自己就是公的时候，你哪里放心？嗯，他说他自己去看。嗯，哎，舅公他叫你在这里跟他过年不？他想去跟表姐玩的。你回到这里，他就想去表姐那里。叫人回头了哦。要开转了啊！你哪来过年买茶？哎，过年啊，买点东西啊。嗯嗯，你没用过茶的，他们来。没有，过年了的。来我吃嘞，我哎，拿不拿？这个不是喊你打的，过年的打一样没得个。我你要去买，你要不买？哎，老的你做都买。做么？来，我让你先得嘞。我这个嘞，我拿来这个。我得嘞，得嘞，不你拿白吃。
菜。还有菜买菜。有啊，有的过年要跟这里说的要。这个我是本人，有水过来。舅公，舅公又要给钱给乐乐，硬是说准备到年了，啊！都要给我乐乐，来，回家了啊！你忙点，你可以上房不？可以，可以。嗯。